彰化县二林社区大学的46名志工带着满满的爱心和食物来到喜乐保育院带动唱陪伴喜乐孩子，刚好台中市有胡同响乐团也来到喜悦，让喜乐的孩子开心一整个上午。二林社大主任谢日恒今天说，每学期他都会带社大学员来陪伴喜乐孩子，这次烹饪班学员手捉三明治，茶道班的绿豆糕，新竹民班的气球布置，活动组有趣的团康活动设计，空拍班更空拍下志工与喜乐孩子互动的欢乐影像。有胡同响乐团带来二胡演奏，有挥着翅膀的女孩、风中奇缘、追梦人、高山之春、望春风等优美的音乐。团长简清丈说，团员都发自内心专程从台中来到喜悦，用二胡拉出美好的音乐响宴与喜乐孩子同乐。因天气晴朗，喜乐孩子和社大志工一起坐在绿色人工草坪或休闲椅中，享受有胡同响乐团的优美音乐，也进行团康活动。社大志工先带动最近很夯的抖肩舞，每个人抖起来姿势都不同，舞步逗趣，喜乐孩子每个人都笑开怀。也在音乐中传大龙球，音乐停时接到球的团队就要表演节目，所以每一队都用力的传，希望看到其他队伍演出。今天喜乐孩儿在大自然下玩的开怀大笑，社大师生都很感动。喜乐保育院主任廖美元说，感谢二林社区大学长期以来对喜悦的支持与爱护，生活美学班直接进入喜乐开课。摄影课程激荡出身心障碍者的好作品，户外野餐活动的办理等，让社区大学同学与喜乐孩儿互动，建立长期的陪伴与友谊关系。也感谢有胡同响乐团远从台中致喜乐热心的义演，如德蕾莎修女所说，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二林社区大学的志工带着满满的爱心和食物来到喜乐保育院带动唱陪伴喜乐孩子，照片喜乐保育院提供分享。二林社区大学的志工带着满满的爱心和食物来到喜乐保育院带动唱陪伴喜乐孩子，照片喜乐保育院提供分享。二林社区大学的志工带着满满的爱心和食物来到喜悦保育院带动唱陪伴喜乐孩子，照片喜乐保育院提供分享。二林社区大学的志工带着满满的爱心和食物来到喜乐保育院带动唱陪伴喜乐孩子，照片喜乐保育院提供分享。二林社区大学的志工带着满满的爱心和食物来到喜乐保育院带动唱陪伴喜乐孩子，照片喜乐保育院提供分享。